So, 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麦拄拄啊，在来食饱啦吼。照讲，即个天气吼，是拄拄啊安尼度者上好的时阵。不过我无反对，若有人要度者吼，做恁度。啊，但是卖讲就好，吼。首先先欢迎大家各回来外家族啦吼，可以这样说，因为给大家恭喜，因为这回要请您回来，因为有一些目的，就是咱的时间特别到了，所以大家就要加强准备。我认为别说太多，利用这个时间，甲大家互相交流一寡，可能将来大家用得到的公共行政的代志。我今日要讲的有几点的内容哦。头七点，行政的角色是啥物？第二，行政的依据是啥物？第三，行政的编制有啥物？第四，行政的实务；第五，领导阶层的行政实务是什么？最后第六点，执政的实务，牵涉到什么代志？今麦我就开始第一点，给大家介绍。咱知影民主社会，伊的政治是体制。就是三权分立，立法、司法，啊个行政，啊这三个权力是着爱独立运作，但是爱互相牵制，则袂互另外有可能造成讲某一个部门权力伤大，啊伤过占权。所以就要有这个互相牵制，现在无法度这个政体的代志讲伤多，大概一般咱安尼就会当了解哦。啊，唯一佫进一步，咱会当讲这个法律的代志，由法律来佮这三项做牵连的时阵。咱会使讲，法律是由立法机关来创造，啊，由行政机关来执行，啊，由司法机关来解释。哦，啊，简单我举一个例，咱这个社会，咱认为讲，共人偷摕物件，这是唔好的代志，所以咱创一个法律，讲以后，什么人若共偷摕物件，就要受处罚。啊，即马有这个法律。立法机关设立这个法律了后，交予行政单位去执行。行政单位什么人？警察。啊，警察就要注意，若有人讲偷摕物件，这个贼啊，警察就会使个抓。但是警察个抓了后，未使个判罪，因为伊无权利来解释法令。所以警察抓到贼啊了后，就要交予法官去判罪。好，这是简单来说明这个三权的这个情形。哦，啊，有一个国家家己想讲较聪明，伊阁加创两三个出来，但是迄个无路用。哦，因为这个考试院，迄是一种中国的迄个选举的传统，迄根本就无需要设的，别个国家。无这个设备，但是人伊个行政人员照常会用个选择个真优秀。啊，监察无路用。其实三权分立个国家，监察权力拢是立法单位伫个执行，因为法律那是因创制，因就更加较有迄个把握，会当。
来监督行政单位照法律的规定去执行，所以加创一寡其他的迄个设备无路用，干那恁俩薪水啊开老百姓的钱安尼俩，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对咱即马较重要的，爱了解，爱重视。重要注意的就是行政单位的任务是执行法律，哦，这个大家千万唔通忘记。啊，即马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：政府是毋是会使管老百姓？政府是毋是会使管老百姓？会使也就。啊，未使也就 OK。安尼，我请恁两个较歹势淡薄啊，服从大多数。哦，政府未使，想说那政府未使，咱普通常人嘛咧讲讲，政府咧管老百姓，管啊，对不？啊，想说未使，就是这家。政府是什么？行政单位，伊是咧执行法律，但是伊毋是咧管老百姓。警察毋是咧抓老百姓，是因为老百姓犯罪，警察才会使抓，对吧 ？OK， 安尼大概呢，那有清楚的时阵，以后就毋通阁犯同款的错误。讲政府就爱管人，哦，咱袂使予政府管。啊，其实另外一方面来解释。大家更加够容易了解，老百姓是什么人？民主社会，老百姓是主人，政府是咱请。啊，敢有请的咧管六头家？无嘛，对不？所以政府袂使管老百姓，唔通袂记哦。确定啊，我还有一个限制哦。过来。啊，所以是违法的啊，不应该啊，伊无管伊当管啊，哦，啊，咱一般的人是唔知啊，惊政府惊啊，啊，所以伊就管了，想计划管就对啦吼，伊无迄个管理嘛。行政的任务是执行法律，所以一切行政工作必须要根据法律的根据，法律无写的。你不能做、哦、所以这句话依法办理，这句话在这里就要正确的规则，不能歪不对。我们普通了解说依法办理就是在给你拖嘛、哦、在给你耍官僚，对吧、啊、其实呢这句话应该正确的规则就是要根据法律，你袂使随意操纵，行政单位袂使随便伊，要安怎就安怎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你要做啥物，法律提出看，法律内底有写安尼无？那无，你袂使做。过来，依法的法官，行政单位要执行法律的时阵，迄个法律是对倒来，咱都有讲，立法机关你。创作法律，所以伊个法律一定爱是立法机关通过个法律，袂使是政党。哦，啊，即摆咧台湾有一个政党，中常委若咧开会，伊就会使命令因个行政人员讲：你着爱做啥，你着爱做啥。即个讲对唔对？所以今日恁听我讲了后，以后恁就知影，讲迄就是咧乱来的。迄毋是民主制度，过来，立法机关那是有授权的时阵，行政单位会使制定执行细则，也是做裁决。啊，这是啥物？特别对，就是讲，比如讲，恁咱那恁遐建筑许可，你去申请，我要起一间厝，哦，你个建筑师。就会使根据这个建筑法，还是相关的迄个法令啊，温存
你去起一间厝，即、這个户口就是用即个方法。啊，是讲警察你甲咱开罚单，你超速，你驶伤紧，伊就顶个开，伊毋免去将你甲你报个法院，啊则法官甲你判讲你着爱罚几年，毋是安尼，无必要，吼、哦。迄是较严重的迄、那个违规的时阵，才会发生的代志。再过来啊，我要阁请问各位，啊那安尼，法律无规定的，是准还是唔准？准的也少，啊不准的也少。甲昨昏同款，起码在倒拜，多数要服从少数。安尼解释予大家听啦吼，恁若驶车驶去高速公路，啊限制一百时速，啊有一挂路段，譬如讲。像阮咧德国吼，有迄落路段无限制，啊，你会使驶偌济？你是毋是会使驶百二、百五，甚至到两百？所以法律无规定诶，就是啥？就是准啊。所以咱大多数毋对啊，法律无规定，讲毋准，啊，恁就干啥？甲中华民国的一个无教资格官员共款，啊，这是实例呢，迄古早发生的呢，我讲给大家了解。大家记得，啊，佮有中华民国，啊，佮有刑法101条的时阵，就是迄个叛乱罪嘛。你敢那言论讲出来，伊就要甲你抓去啊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因为有一个民进党的大闹。或者黄信改，伊嘛去用掠去，啊！伊要去用掠去以前，黄信改是警部立法委员，啊！因为叛乱罪，所以甲褫夺公权，所以伊才袂使做立法委员。啊！1996年，阿辉啊参加民选头一届中华民国的总统。选调，伊要登基的时阵，伊就用古早的咧，讲总统有权利做一摆大赦，所以阿辉啊样啊举行大赦。一寡在赤道公权呢，啊那毋是太郎帮黑，拢去大赦。啊大赦煞了后，吴兴改讲，安尼我无罪啊，所以伊就向。中华民国内政部申请，讲我要恢复立法院、立法委员的资格。结果当时中华民国的内政部有一个相关的处长，讲这个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准，就是对啊，咱这个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准，对吧？你讲啊，听的有理啊。对啊，依法办理嘛，啊没有法我怎么办？对吧？所以不准。啊，其实这就是哦，法律的迄个逻辑的美角的所在。伊爱处理的是讲有代谢，所以这个人就爱个代谢，这个法律伊就爱执行。啊！伊代谢了后，伊自然就是恢复伊古早的立法委员的资格嘛。所以根本讲起来，伊立法委员的资格恢复，实在是无需要申请啦。因为伊无做了后，自然恢复伊是立法委员啦，对吧？所以提这例，就是让大家了解吼、哦，法律看你要安怎去判断。啊，就爱对的时阵用，哦，安尼，则袂用便宜就对啦，哦，所以以后大家记哦，法律无规定的，就是会使。啊，其实
大家若想落回来，为何咱会要定法律？就是要限制咱的行为嘛。古早人少，社会单纯的时阵，哪有需要法律？大家互相也袂欺负，袂小怕，袂冤家，哪需要法律？无需要。所以法律设落去，目的就是要限制咱的行为。所以既然呐法律无规定的，就是无甲咱限制，咱就有自由。所以法律无规定的，就是准呀。我说过来，这个单啊吼，行政的这个编制，一般的国家拢有中央甲地方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，咱的这个地方将来民政府会分州甲郡，吼、哦。即马真侪人咧考郡守，啊，即马中央甲地方伊的管理嘛有无？有需要划分，则会小家小怕冤家。啊，这个划分的方法，若是无真正划分的时阵，是变中央集权。哦，啊，若有地方子弟的国家，地方嘛有家己的管理，甚至地方有诶地方的税金，哦。啊，即马大家用个想到顶来讲，中华民国伫咧台湾这个制度是啥物？哦，表面上讲是地方子弟的制度，啊，其实咧一切管理拢中央控制掉，所以这是挂羊头卖狗肉。过来，行政机关咱来严格来个分，嘛会使个分做。政府啊，甲业务单位，是安怎讲？政府嘛是行政机关无毋对，但是伊主要的任务是伫咧做政策的拟定，咧推行政策，咧研究政策，发展政策出来。啊，咱的将来，咱的这个政府机关有可能是州，啊甲中央。啊，个州拢有，中央有中央的政府，啊，州有州的政府，吼、哦。啊，个落去应该管管收，伊因为有一个伊的迄、那个，要安怎讲，伊的团队啦，吼、哦。但是管收的这个行政组织，应该是协较属伫个，唔是这个政府性质啦，较属伫个。事务单位伫咧执行法律咧，啊，即事务单位是咧指啥？刚才咱拄啊讲个啊，警察就是即个事务单位，啊是客厅处吼，啊是要办户口，即、这个户政单位，即款个拢是业务事务单位，行政个事务。你推行行政的时阵，所牵涉的，就是干哪，咱两个讲人啊个代志啊个钱嘛，三项物件。啊，人是啥物？行政服务的对象是老百姓，所以咱嘛会使个解释讲，这是客户，行政单位的客户。所以行政单位对老百姓袂使官僚，所以各位以后你若做行民政府的官员的时阵，恁千万唔通官僚，因为你要服务的对象老百姓是咱的头家，咱的客户，对吧？啊，咱的薪水冇可能是对因。税金钱交出来，对吧？所以千万不使官僚，这是行政对牵涉到人的问题，牵涉到代志的时阵，都按讲法律交办的任务，你就要做。所以法律就要定啊，足清楚。
要叫行政单位做什么代志？啊，什么代志叫伊唔通做？啊，要做啊什么程度，拢得爱个定啊清清楚楚。啊，即马我阁提一挂例来解释予大家听。中华民国有足侪法律，可能大家拢知影，有其中有一定有一条，或者主管机关拢有这条嘛，对吧？所以咱即马来问，到底这个主管机关的关系？我只有举一挂例，《食品卫生管理法》第二条内底，中央是何做？什么卫生福利主管机关？主管机关内底个定主管机关啊，到底是什么人主管？咱拢傻无呢？所以这个法律嘛，唔知安怎通过，所以这个流言蜚语哦，有影拢笨手哦，哪有人安尼？至少第二条较清楚啊。哦，行政迄个银行法第十九条写讲，行政院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这个才是伊的主管机关。哦，这个定较清楚啊。啊，但是咱即摆慢慢问伊，主管机关是咧管啥？咱拄仔毋是讲政府袂使管老百姓，啊，这个，这拢是政府机关啊，这拢行政单位啊，是安怎因会使管？因是咧管啥？所以中华民国的这行政单位，伊嘛毋知影伊要管啥，啊，若毋知影伊要管啥，一个上好的办法就是啥？大家要看吗？知无？倒拜，你唔知你要管啥，我就当管，一定袂唔对的嘛，对无？是不是呢？对无？你若要做官的人，你就要当管呐，绝对袂落高的呀，对无？所以若要管的时候，哦，足侪人的，大家拢有管理，会使管的，所以。古早新闻定啊，三国时啊，报出来讲多头马车，哦，有代志管的时阵，哇，大家拢管。啊，若出代志的时阵呢，对啊，对吧？所以最近有一挂食品的问题，诶，敢有一个官员辞职，讲我管了无好，我爱负责任，无咧？啊，银行出问题，敢有财政部一个官员讲我管唔到，我爱辞职，无咧？啊，无因遮咧，讲一句答案来讲，你管遐多，你管啥？不应该管嘛，对吧？所以哦，咱去用骗68年，遮嘛是去用骗去，因为。中国国民党定下嘛，来讲我依法办理啊，法律规定的呀、啊，法律规定我会使管的呀、啊，我是主管机关呐、啊，对不？所以不管安怎，将来咱民政府绝对袂创造这款法律，哦，啊啦，有人创造这款法律，千万恁就要提出来抗议啊！讲你唔是要管的，你是要执行的，对不？啊，任务就爱分分清楚。我唔是咧管的，我是要执行的，呀。所以，啊，即马过来，行政就牵涉到钱啊。啊，这钱就是讲，你要办行政就爱经费，爱编预算，啊，这拢是老百姓的钱，所以一定就爱节约。咱千万袂使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，哦啊！即卖 ROC 嘛有一挂澳文话，讲爱消耗预算，哦，啊过来讲爱预算达成率，也就讲即个行政单位效率办代志好啊歹，看伊。预算用了侪啊少，吼、
预算用愈多，迄、那个效率愈好。啊，这公然贪污嘛，干毋是？钱开愈多，效果愈好呢，对无？所以下死命开啊，反正毋是我的嘛，吼，对无？所以即款澳门话，咱将来绝对袂用咧保留的。第五点，各位拢是民政府的高级官员，所以是咧领导改善。啊，恁在领导改善，将来有啥物任务？头一项，我建议恁就爱创造一个真好的行政定量，还是安怎讲？行政组织的意思。啊，你这个组织，华的单位，就爱会当分工合作，哦，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工作，但是大家合作一个是一个团体来合作，袂使各立山头啦，哦。啊，对嘞，就爱层层负责，每一层有伊每一层的责任。义务爱负担，大家爱分开分层负责。第二，恁做领导的人，做主管，爱培养人才，因为咱人拢会出出入入，好的部署，可能你要甲提拔升官。啊，迄空就去欠一个人啊，所以你就爱阁找一个人来谈。所以你随时就爱注意培养人才。啊，你要培养一个好的人才，伊用个自动自主来做工课，而即款人性格的条件就是啥？就是你就爱想办法，和每一个工作单位伊个。责任义务爱划分啊，足清楚。你若要接这个工课，就爱做什么代志，事先就爱划分好，啊，甲伊讲清楚。啊，安尼每一个你的部署，伊若去接一个工作岗位的时阵，伊就知影讲，我就爱做什么代志，所以唔免你甲讲，伊家己就爱自动就爱去做，对吧？所以你那注意这两项，所以我就写讲一加二，一加二等于多少？唔对啦，那一加二等于三，一加二等于一个良好的行政团队。你有一个定量，啊，有真自动自发的往部署。插落去，你这个团队，行政团队就好呀。一加二不是等于三。过来，你若做领导，单位的领导人，你爱面对的，就是预算的偏侪、偏劣啊，预算，那你的。二流，因为有家大家介绍啊，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啊，个实际问题，可以来给大家解释就好啊。我刚才只强调一点，没有福报预算，就没有被砍预算的问题。啊，你大概有了解无？哦，你若无报伤多，哪有惊人甲你减，对不？若讲立法机关要甲你减预算，你讲好，你甲我减，安尼你来做。你钱无够好啊，要叫我做代志，无可能的代志，对不？你若无像中华民国讲福报预算的时阵，
你问心无愧，你根据实际便利的预算。哦，啊啦，立法机关买拨这个预算给你，你就讲啊，安尼我就免做啊，讲简单的代志嘛，对吧 ？OK。来，最后，咱来接近大家面对的什么问题？我在想，三项工课真重要，就是监督、控制、甲裁决。因为咱来接近，唔是叫各位去接事务来办，咱唔是要。做这个事务的办理的工作，咱来接行政单位的时阵，是要从啥？要监督因行政单位是不是有遵守法律，有为老百姓设想，伫咧做代志啊无？哦，法律，大家听足济啊嘛吼。第一就是自属美战，这当然一般的这个行政单位较未去违反啦，吼。但是你若个侵入，落探讨的时阵，你就会发现，咱是被占领，所以咱嘛有被占领的。人权甲管理，啊，咱的人权啊，甲管理伫倒，就是占领者袂使破坏咱社会的制度，袂使破坏咱私人的社会关系，甚至咱个人的人格，伊嘛袂使甲咱破坏，哦，啊，另外一项上重要。伊嘛袂使侵占咱的财产，对吧？所以，咱若根据法律来监督一挂行政单位，咱个毋是定来听先讲，有一挂人有一挂不义之财、非法所得，是毋是就要监督遐？对吧？啊，你行政单位。为老百姓设想，你有要对老百姓做代志啊无？也是要干那想讲你家己的落地啊，要地较饱嘞，吼、哦！咱做这方面的监督，啊，咱的管理对倒来，民政府会乎恁人事官甲财务官，啊，你干那控制这两行就好。这两项你控制了的，迄、那个单位你就甲控制啊。哦，啊，要安怎控制？就是必要的时阵，你就爱裁决人员甲经费。你无照民政府的理想，经费我袂拨予你。无必照安尼做的人，我甲你裁员换人，真简单。对吧？所以以后咱可能原则上要爱根据这个方式落去接管。So， 今日赶迄个高铁的速度吼，所以还佫有七分钟的时间剩出来。大家唔知道有啥物问题，要交换意见，欢迎，嗨，这样。准还是不准？哎。袂，对啦，袂使办的啦，
袂使办的。当然那是伊老百姓的迄个身份伫咧问嘛，哦，对唔对？咳咳哦，啊你提这个问题正好，因为行政单位吼、哦，法律嘛有一种，或者行政法律，还是行政命令，哦，政府单位。还是笼统来讲，讲行政单位啊，伊会使发命令，干那命令啥人？命令伊的下骹的行政单位尔。行政单位不能下命令给老百姓，因为迄个两个不相干的代志，伊无迄个权利下命令，哦，所以行政单位伊会用个下命令，干那指挥。属伫咧伊个系统个下级的单位，会使哦。啊，你嘛讲到这个时阵哦，咱咪当发现中华民国有一个制度，嘛是真歹。既然有地方自治个时阵，你中央要执行什么遐政策？就爱拜托地方甲你执行，所以伊若伫咧编预算的时阵，伊一定就爱编地方需要用的预算，安尼地方才有法度，才有能力通甲执行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。这个粪扫文化吼，又用我比你较大，我叫你做，你就爱照安尼做。虽然一个地方，定是预算无够，啊，你欠钱，甚至吼员工的薪水也发袂出来，原因就是安尼。因为中央叫地方做的代志，并无拨钱予伊用，所以这地方。要靠自己的财力，无法度。啊，当然啦，这个反倒转来，咱也当了解，这就是要控制嘛。到我尾啊，就是顶，你就爱听我中央的话。啊，若无我钱袂拨予你，啊，你就没有屁跳，对吧？所以，咱即摆来了解这个制度以后，大概将来做咱民政府的官员的时阵。千万就唔当犯这款的错误。啊，你若做中央的官员，你要推行什么政策，一定爱编预算。啊，要叫中地方给你执行什么代志，你一定爱地方的预算，因为我就爱编咯。啊，无因无钱嘛，因为地方的预算，伊是要做地方的政策尔嘛，伊无迄个义务执行你中央的政策。啊 ，OK。阿古人，好来，请。是啊，高速公路那无甲你限速，我就载你驶啊，看你要驶偌久，驶偌紧拢会驶啊。啊，对啦，有啦，我有补充一句，我讲我咧德国嘅时阵啦，哎，德国有即款高速公路啦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所以台湾同款，无要紧啊，对吧？伊即马甲你台湾，咱台湾是规定讲，中华民国甲咱规定100嘛，对，啊，你使80会使未？会会使啊，对啊，哎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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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伊是咧限制咱卖超过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嘛无咧了。我咧赛车，我感觉咱的迄个奥托曼赛比汽车较紧咧，对无？啊，紧者弄大部分弄迄个啥物？汽车伫咧遵守50公里的时速，啊，奥托曼拢赛去超过50公里，安尼甲你超过，正边倒边拢超。哦，迄阵要抓吼，抓个。哎，大家哀叫，对吧？嗯，所以你讲到这哦，我想起
一个真趣味的迄个镜头。有一摆我看公司，啊，公司请一挂外国的留学生去电台，啊，要互因表明，还是讲这个发表因的迄个心得，讲因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认为安怎因的生活？有一个美国啊讲，逐项拢会使适应啦吼，敢若有一项伊袂当适应，伊讲毋是，迄个共款啦，差不多共款的意思。伊讲台湾若是要左转弯的人吼，走直线的要等左转弯的啦，吼、哦，啊这才是确实有影嘛，对吧？啊，因为安尼，我初初回来的时阵看台湾这款交通，我讲，交通规则干嘛哩规定啊？我就挑着去迄落驾驶训练班，去给伊买一本册，开200块，无讲真贵啦吼。我就甲边个看，无咧，无这个规定咧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跟什么的同款呢？跟各位若有去意大利佚佗，可能会用来拄着。对，拄下迄个董心咧讲的，西洋兵哦，嘿，啊那那迄个有迄款斑马线呢，迄西洋兵的所在哦，红兵动的哦，拢是外国人，你本国人全行过呀，哦。意大利足侪所在吼，普遍拢看会到的，啊，只剩就认出来讲，啊，这拢外国人，红灯动条的，徛伫遐拢是外国人，嗯，因本国人就无咧遵守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嘛是安尼，台湾即嘛是倒摆，台湾是斑马线人就爱等车过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大家会当讲讲，为何那会安尼？交通规则咱抄别人的，啊，提来台湾了后，煞变形，是啥物原因？我想大家拢知影，这执行无绝对嘛。哦，当然甲教育有关系啦。对不？啊，但是最后迄、那个责任爱扛伫个执行，都无警察伫抓，所以我踮喺红灯踮喺遐等，加等的嘛，对不？嘿，是啊，我那就爱遵守交通规则，无人咧管啊，啊，无人咧甲我罚啊，所以自然而然，咱就养成一个歹习惯，所以大家爱记的。阿摆民政府是要鞭刑哈，脚掌皮就爱鞭较硬的，吼、哦！恁若无要遵守，